漂亮，其实说不上来到底是开心不开心。他虽然说给导向几后被老子干掉了，不过你这个不解决，我打其他路怕是有点难。我说实话，面前有地刺王拖延出巨人时间，后面有大蒜来能扛着他也过不去呀。所以说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给中路干掉，这不干掉是真玩不了。两千多阳光已经有足够的资本跟他稍微的对抗一下，好吧。 OK， 这面前的地刺算是干掉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矿工是可以吃的。对，矿工有一个机制，就是他出土的之后他是不会上扶梯的。漂亮，那现在一千二阳光，哈哈，先来吃一吃开心一下好吧，场面上这么多阳光。 OK， 一个雪人没问题，虽然说这波阳光给的够多，但是他分布在四路，我跟你说这一来演员直接浪费的就是两个阳光，这就是常态了。说实话，可从这种平凡一旦去上不完堂中入山，听起来也不自然，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阳光要没了，你来个有用的了。两千阳光这会儿不好获得，大哥玉米投手就别再演我了吧，不能给任何一个黄油来了我就顶不住。来了我直接我就当场放弃了，不像现在好歹还有一次机会。没事，这还有两千阳光等着我的。 OK， 这一个肯定是过不去的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大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没事没事， OK OK， 我铁门过去好歹能炫两口。漂亮，有了阳光咱们就有机会呀，对不对？二爷白费，二爷过不去地震，两个二爷完了，一个投篮没关系。 OK， 好好好，好歹是有点机会的。投篮正好套路掉这个地刺，然后我就可以。恭喜发财！